欢迎来到维尼讲故事，我是主播维尼。深夜，洗手间传来一阵娇喘声。起初，我以为是刘姨偷偷带回来了一个野男人，但是当我偷偷将眼睛贴在门缝上，却看见刘姨拿着一个电动棒在抚慰自己，而她下面是光着的。我吓得浑身抖动，赶紧溜回了自己的卧室。想起刚刚的香艳场景，我久久无法入睡。我叫黄俊杰。 今年十九岁，是一名男学生，现在在安国加州一所高中上高三。原本陪我出国陪读的是我妈妈，但是这几天因为外婆生病，临时回国了，老妈便托她的好闺蜜刘姨暂时照顾我。刘姨全名叫刘微微，是一名健身女博主，她今年才二十九岁。刘姨不光身材非常火爆，而且有着一副十分精致的脸蛋。 前凸后翘的魔鬼身材，自然也是吸引了一大批男粉丝。他和我老妈是之前健身的时候认识的，因为他叫我妈娇姐，所以让我叫他叫刘姨。按理说我是应该叫他姐姐的，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刘姨才来 M 国几天，居然就忍受不了寂寞，弄了一个电动棒在抚慰自己，这让处于青春期的我感到更加好奇和向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。 迷迷糊糊之中，居然是刘姨拍醒了我。小杰，起床准备上学了。此时，刘姨下面穿着瑜伽裤，上面穿着运动紧身背心，将她那完美身材勾勒了出来。刘姨看到我睁开了眼睛，淡淡的笑了一下，叮嘱我赶紧起床，要不然就要迟到了。出门时，她眼睛朝我下面那里看了一眼，然后坏坏的笑着走了。这一个眼神，顿时让我面红耳赤。 因为我那里早已经撑起了一个斗篷，洗漱完毕出来吃早饭，刘姨特意给我准备了丰盛的早餐，而她竟然就穿着瑜伽裤、紧身背心在旁边练习哑铃。不知道刘姨是不是故意的？每次她弯腰下来的时候，胸前的事业线直接映入了我的眼帘，让我既尴尬又兴奋。看见我吃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刘姨突然笑着走了过来：“小杰。” 你昨晚是不是起来过？刘姨特意这么一问，我立即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否认了。但是从刘姨那暧昧的眼神来看，她大概也知道了昨晚我偷偷的起来了，并且发现了她抚慰的不雅事。可能是昨晚客厅里来了只老鼠。刘姨坏坏一笑，嘀咕了一句，然后便转身走进了他的卧室。他这话倒是让我尴尬不已。我总不能承认我偷偷看过他干坏事吧？ 等我吃完早饭，刘姨已经换好了一套黑色短裙套装走了出来，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有韵味。刘姨开车把我送到了学校，刚进入校园就碰见了和我一起从国内来留学的赵凯、黄俊杰。刚刚送你来的是你姐姐吗？长得真不错呀，要不介绍给我当女朋友？滚！我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，就朝着校园里面走去。 我跟赵凯不同，他是因为在国内上高中的时候把其他女生肚子搞大，被学校开除后，才被迫来到这里上学的。他们家有钱，但是他喜欢乱搞。刚来这里才两三个月，听说就交了几个女朋友，还和校外辅导机构的女老师好上了。而我来这里是为了求学的，是为了更好的上这里的名牌大学。中午课间休息时，赵凯就不停的跟我说。 昨天晚上，他去了华人区的一家按摩馆，那里面有不少国外的妹子，很正点。重点是人家很开放。听到赵凯嘻嘻哈哈的跟我说这些，我当即就对了起来，还把他骂了一顿，认为他就应该以学业为重，别整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小心到时候书都没有的读。但赵凯不以为然，认为没书读了。 回去他老爸的公司，随便安排个工作都不愁吃不愁喝了。不知道为何骂完赵凯，想起他刚刚说的按摩馆的场景，我的脑海之中情不自禁的就想起了昨晚看见刘姨在洗手间的那一幕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脸红心跳了起来，身体也产生了反应。快放学的时候，赵凯突然笑呵呵的凑了过来，问我想不想看小电影。 他说完，直接给我微信发了一个链接，让我点了进去。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恶作剧，我点进去，原来是一个木马程序，手机顿时放出了很大的那种男欢女爱的声音。虽然没有画面，但是我怎么关也关不掉。一瞬间，我脸红，尴尬到了极点。整个教室都传来了哄堂大笑的声音。最后，还是我将手机强行关机才解决掉。 好在上课的女老师听见了之后，也只是坏坏地笑了笑，提醒我以后一定要注意。这一幕真是让我尴尬到了极致。放学的时候，原本以为刘姨会开车来接我的，但是看到刘姨发给我的微信，她现在在超市购物，来不及接我，让我先打车回家。我打车回家之后，果真刘姨不在家。我放下书包，上了个洗手间。 意外看见了刘姨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下来的内衣，就放在旁边的脏衣篓上面。让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，昨晚她用过的那个电动棒，居然就放在旁边的架子上面。这一下再次让我心跳加快了许多。鬼使神差之下，我忍不住将刘姨的内裤拿了起来，正准备干坏事的时候，突然洗手间门被推开了，因为我刚刚进来就没有反锁。小杰。 你在干嘛？刘姨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推开洗手间的门就看见我拿着她的黑色内裤。我双颊通红，十分尴尬的说着：“刘姨，我看见这里面有没洗的脏衣服，我准备一起洗了。”那行吧，谢谢你帮我洗衣服，我先去做晚饭。刘姨热情一笑，但是还是走了进来，笑着说：“你帮我洗这些衣服就行，这两件内衣你不会洗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” 刘姨笑着说完，便将她的内衣给收走了。同时，她似乎也想起了架子上面的电动棒，随手偷偷地藏在衣服里面给拿走了。之后，我就因为嘴欠，开始帮刘姨洗起了衣服，洗的是她的裙子和外套。刘姨做好晚饭，叫我吃饭的时候，她却脱去了外套，穿了一件紧身小背心，就这样坐在我的对面，并笑呵呵地说着：“小杰。” 今天特意买了你喜欢吃的生蚝和鲍鱼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不等我说完，刘毅便直接给我加了一个他特意烤好的蒜蓉生蚝，递到了我的碗里，还说我现在长个子就应该多吃点好的。他这话让我听了总感觉怪怪的，而且他的这副眼神也是让我捉摸不透，似乎在暗示什么，但是似乎什么也没有说。刚吃完饭，准备做作业的时候，突然。 居然有人来按门铃，我正好奇到底是谁来按我家门铃，刚走出书房，却发现刘姨已经把门打开了。赵凯背着个双肩包，嘿嘿的笑着走了进来。姐姐好。赵凯进来之后，十分恭敬的给刘姨鞠了一躬，然后就笑嘻嘻的朝着我走了过来。俊杰，我课本忘记带回来了，想过来借借你的。赵凯进入了我的书房之后，我就怒对了他。 因为我知道他的小心思，在学校问了刘姨的微信，我没有给。现在居然想办法来到我家套近乎，而且因为今天这个恶作剧的事情，我也把他臭骂了一顿。但是这小子识趣，特意给我带来了好吃的，而且还送了我一个很贵的手办。刘姨看到我同学来了，还特意给我们准备了水果，还招呼赵凯过去吃。不过赵凯这小子撩妹真有一套，趁着吃水果的时候。 竟然就把刘姨的联系方式要走了，就这样，赵凯在我们家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才离开。刘姨，赵凯那个人那嘴皮子很厉害，而且喜欢乱搞男女关系，你千万别理他。哈,哈哈哈，小杰呀，你当刘姨是十八岁小女生，这么容易被骗吗？刘姨听见我这么叮嘱她，她居然开心的笑了起来。赵凯走后，刘姨换上了瑜伽裤、短背心。 又在屋子里面开始健身了起来。我写完作业便准备去睡了。躺在床上，脑海之中竟然情不自禁地再次想起了昨晚刘姨在洗手间的那个画面。我就这样躺在床上，却一直没有睡着。而我居然静静地倾听外面的动静，想看看今天晚上刘姨是不是还会这样抚慰自己。但是今天晚上，刘姨健身完洗了个热水澡，居然直接就去睡了。 看样子他今天真的累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发现我的内裤脏了，尴尬的我赶紧去洗手间换了一条。结果还没换好，刘姨就敲门了，示意我快点吃早餐，不然上学要迟到了。换好后，我匆匆将内裤放在了脏衣篓的最下面，准备下午放学回来洗。谁知道我吃早饭的时候，刘姨钻了进去。随后刘姨从里面出来的时候，看着我坏坏的笑着。 看样子，我们小杰真的长大了。这个眼神和这个笑容，顿时让我尴尬不已。看样子，刘姨已经看到了那条脏内裤，而且估计她以为我是不是偷偷做了什么坏事。到学校后，一整天还算正常，但是脑海之中偶尔还会想起刘姨对我的坏笑。结果下午快放学的时候，赵凯居然跟老师说他的平板电脑不见了。 老师见状，居然直接让几个班干部开始搜课桌。所有人开始站到教室后排，然后几个班干部开始搜课桌。搜了几个没发现，结果搜到我的课桌，一下子把我给搞懵了。因为居然从我的课桌里面搜出来了两套内衣，而且还是女人的情趣内衣，网状的、镂空的，一下子把几个班干部给整笑了，瞬间。 全部同学跟着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女老师看到后也忍不住笑了，但是脸色还是露出了有些严肃的目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赵凯突然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老师，我的平板找到了，原来我放在了书包的夹层里面。既然平板找到了，也不用继续搜课桌了。但是我成了全班的笑话，因为这事，女老师说要打电话请我家长到学校来。没有办法。” 我只好打电话让刘姨来学校一趟。刘姨来了之后，一开始很紧张，以为我闯了大祸。随后，女老师便将昨天的事情和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看到女老师摆放在桌子上面的情趣内衣，刘姨笑着说：“老师，对不起，这两套内衣是我的，是我早上不小心放错了地方。因为一开始老师以为我是从哪里偷来的女人内衣，但是听到刘姨这么一说。” 女老师便也不再说什么了，最后就是叮嘱刘姨多多引导青春期的我，担心我犯错误。最后我在老师面前保证了一下，老师也不再说什么了。毕竟昨天的事情是赵凯故意整我的，而今天刘姨却主动帮我背了锅。一路上我就不停跟刘姨解释，内衣不是我偷的，也不是我放在课桌的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刘姨笑着安慰我。 让我不用想太多，他说不会告诉我妈妈的。但是晚饭过后，刘姨练完瑜伽，换了一套性感睡衣，直接走进了我的书房，笑着说：“小杰，刘姨那两件内衣真的不是你偷偷拿到学校去的，你早上的脏内裤我都看见了。”刘姨这么一说，我顿时双颊通红，想解释却不知道如何开口。刘姨看见我娇羞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没事的。” 小杰，我已经答应你妈妈了，替她找好照顾你。我知道青春期的男孩子都有需求，今晚刘姨就满足一下你的欲望。刘姨说完了之后，就凑了过来，直接抓住我的手，然后伸进了她的睡衣。干柴烈火在这一刻彻底爆发，而我在刘姨的引导之下，彻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。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我看见我卧室的地板上。 到处都是乱飞的衣服，我慌乱地穿好衣服出来洗漱的时候，刘姨已经帮我精心准备好了早餐。早饭非常的丰盛，不光准备了豆浆、油条，还有水煮鸡蛋。另外，刘姨还给我准备了大虾，说是要多多补充营养。出门的时候，刘姨笑着说：“晚上回来还给我准备甲鱼汤喝，说那个很补。”我听到这些话，只能不停地感谢刘姨。 但是同时，我心里又有些紧张。要是昨晚的事情被我老妈知道了，那就真的完蛋了。因为从小我就很害怕我妈妈，更害怕她的大骂。如果她知道了我和刘姨的事情，肯定会大发雷霆的。所以我心里一直很担心。刘姨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，到了学校门口之后，刘姨笑着说：“放心吧，小杰，我们的事情不会让你妈妈知道的，这是咱俩的事。” 刘姨笑着说完，还特意对我做了一个比心的手势，笑起来真的太甜了。到了学校之后，因为昨天的事情，还有一些男同学在笑话我。不过好在大家都很开放，一些男同学还笑着要给我介绍美女认识。而我心里知道，昨天下午那件事情肯定就是赵凯那小子故意搞的，不然刘姨的内衣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学校，出现我的课桌里面？ 肯定就是赵凯这小子弄的，因为前天晚上他以借课本的名义去过我家里，还跟刘姨聊了好久，要了他的联系方式。估计就是赵凯偷,偷偷找了个机会，从阳台上面偷走了刘姨的内衣。赵凯，你昨天下午为什么要故意整我？现在全班人都笑话我，很好玩是吗？十分愤怒的我，当着全部同学的面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，愤怒的质问道。 赵凯，我见我的确是生气了，连忙尴尬的笑着，然后跟我说他有大秘密跟我说，让我先放手。看到这小子态度诚恳，我就直接放手了。到了教室外面，赵凯看了看旁边没人，然后凑到了我跟前，小声说道：“俊杰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不对，玩笑开的有点大。我想跟你说一个秘密，你之前在高中暗恋的学姐李岩，她也来安国了。” 听到这话，我整个人明显愣了一下。此时，我右手已经松开了赵凯的衣领，因为这个李岩比我大两届，当年我高一，他上高三。她是我目前为止见过最漂亮、最漂亮的学姐，可以说是我心中的女神。而且我当时还真的表白过她，结果却被她狠狠的拒绝了。只是没有想到，两年过去，学姐李岩居然也来了 M 国，这是打算给我追她的机会吗？ 本来还很兴奋和期待的我，但是赵凯的下一句话彻底让我惊呆了。他现在就在我跟你说的那个华人区的按摩馆里面。他在哪里面干嘛？这还要问吗？看着赵凯笃定的眼神，我惊呆了，彻底惊呆了。没有想到，曾经暗恋了那么久的学姐女神，显然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，居然还在按摩馆里面上班。见我眼神凌乱。 待在原地愣了很久之后，赵凯再次凑了过来，在我耳边小声地说道：“俊杰，要不要我帮你提前预约他？因为那个按摩馆需要提前预约，否则你是见不到他的。放心，按摩费我会帮你出的。”赵凯看了看我，担心我没有钱出去消费，所以特意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毕竟我老妈之前对我管的一直都很严格，所以想要出去按摩。 这个按摩费我估计都拿不出来。好，你帮我预约，我今晚去见见李岩。听到赵凯这话，我心头一颤，眼眶顿时都有些红润了。没有想到赵凯这个家伙平时看起来总是嘻嘻哈哈的，但是关键时刻居然还能这么懂我。放心吧，赵凯再次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掏出了手机，就走进了教室。 此时，我的目光停留在操场上面，想起曾经的女神居然来 M 国做了一名男模女郎，心里真的觉得十分难受。下午放学回到家，刘姨特意给我煲了甲鱼汤，还特意准备了红烧排骨以及油焖大虾，全都是我喜欢吃的菜。重点是这些菜很补。但是刘姨看到我有些心不在焉，以为我昨天晚上是不是累过头了。 他笑着摸了摸我的脑袋，关心地问道：“小杰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”我此时脑海之中完全就想着学姐李岩的事情，想到曾经暗恋的女神现在在 M 国做按摩女郎，心里就无比的难受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。刘姨，一会吃完饭，我想和赵凯一起去华人区的书店买几本书，顺便逛逛。反正明天周六不用上学。好啊。 那你身上钱应该不够吧？我去给你拿点钱。刘姨听我这么一说，笑着就站了起来，然后特意给我拿来了一千美金。我当即就愣了一下，一千美金可不少啊！平时妈妈在的时候，最多只会给我一百美金。拿着花吧。前两天你妈妈给我转了一万过来了，说你外婆病情现在稳定了，她可能再多待几天就回来了，还说让我一定要照顾你。 你呀、啊，学习一定得抓紧了。刘一笑着说完，就拍了拍我肩膀，然后将我的脑袋轻轻的靠在他的身上，让我感觉到了很是温暖。晚饭后，刘一洗完了碗筷，换上了瑜伽裤和健身背心之后，一边运动一边开始开启了直播。他说：“来了，国好久没有直播过了，要不然粉丝都会掉光。”等我出门后。 赵凯早已经开车在我家院子门口等着我了，我二话没说就坐了上去，问道：“赵凯，约那个李岩一次得多少钱？”赵凯立即伸出了五根手指，指着我说道：“五百刀。”听到赵凯这么一说，我心里稍稍轻松了不少。不过想到五百刀可是三千多块呀，心里想想还是觉得太贵了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。 跟着赵凯，终于是开车来到了华人区的那家按摩馆。看样子，赵凯之前来过几次，对这里早已经轻车熟路。在一个黑妹的带领下，我们便走进了按摩馆。进去之后，前面的按摩馆跟普通的按摩馆没有什么大的区别。但是赵凯告诉我，真正的快乐的地方在按摩馆后面的一栋房子，那里面才是男人快乐的天堂。赵凯这么一说。 一个正常的男人都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赵凯来过几次，所以显得很自然。倒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显得无比的紧张。之后，赵凯帮我交了钱，然后我就被一个黑人小伙子带着进入了里面的一间秘密的屋子。我就开始等待了起来。果真，等了大约几分钟之后，我就看见李岩走了进来。虽然几年没见了，但是他还是那么漂亮。 尤其是那双漂亮的眼睛，让我看了之后似乎就过目不忘。但是李岩似乎早已经不认识我了，或者从来不记得过我。只不过当他看见我是黄皮肤的小伙子的时候，也是微微一笑，大概是觉得十分亲切吧。李岩，我是黄俊杰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当我红着眼睛，紧紧的盯着他的眼睛，说出这番中文的时候，李岩整个人明显也是愣了一下。 随后四处张望了一下，显得无比紧张和害怕。最后，他才将嘴巴凑到了我的耳朵这里，假装帮我按摩着，然后这才小声的告诉我说：“原来李岩是被人骗到安国的，他现在还欠了借贷公司的高利贷三十万美金。如果他赚不回这么多钱，是没有办法离开这里的，因为这帮人是不会让他离开的。而且现在护照也被拿走了，他就更加行动不方便了。” 听到这里，我早已经气得吐血。随后，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，骗李岩到安国的那个人，居然是赵凯的爸爸赵长青。我有个同学叫赵凯，他经常来这里按摩。他知道这件事吗？听完李岩的叙述，我忍不住询问起了赵凯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。他应该不知道，我只是碰到过他两次，但是从来没有给他服务过，而且我不敢说我认识他。 因为我担心被赵凯的爸爸赵长青知道之后，把我卖到缅北去，那样我估计我这辈子就真的完蛋了。在这里，我至少还能够活命。李岩说到这里，眼泪已经忍不住的滴落了下来。但是此刻，外面的人就开始敲打了门了，提醒我们要加快了，服务时间只有十分钟了。李岩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听说完李岩的遭遇。 此时，虽然我知道三十万美金对于我来说难度太大，但是我还是想将女神李岩给救出去，让她脱离苦海。最后我离开的时候，李岩告诉了我两个办法，他说现在只有这两个办法能解救他，一是真的还清借贷的三十万美金，二是让我帮他偷回护照。从按摩馆里面出来之后，赵凯就笑呵呵的询问我：“俊杰，怎么样？” 是不是你曾经暗恋的女神李岩？你自己不是试过吗？你不知道？我不敢呢、啊，因为国内那件事，我爸说了，我出来玩绝对不能找黄皮肤的，否则我老爸要打死我，所以我不敢呢、啊。听着赵凯这么一本正经的说着，此时我也相信了他所说的。当然，更加重要的是，我相信了李岩所说的话。回到家之后。 我看到刘一此时火热的跟粉丝们互动着，直播完了之后，刘一喝水的时候笑着问我出去玩的怎么样，看他那暧昧的眼神，顿时让我有些尴尬了起来，因为我真的担心赵凯这家伙把这事跟刘一说了。等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刘一跟我说，一会有个粉丝想要见他，今天那个粉丝还给打赏了不少火箭呢，没有办法，刘一只好答应了人家。 想到刘姨晚上一个人出去不安全，等到刘姨开车出门后，我便悄悄叫了出租车跟了上去。没有想到约刘姨见面的居然是赵凯的老爸赵长青。虽然我很少去赵凯家里面，但是赵凯的老爸我见过几次，也见过他们的照片，只是刘姨她不认识而已。当我想到我的女神李岩就是被赵长青给骗到了 M 国，然后欠了高利贷卖到了按摩馆。 此时此刻，我就无比担心了起来，担心刘姨也被赵长青给套路了。果真，我溜到了他们旁边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，大意就是赵长青可以通过自己的人脉和公司，将刘姨给打造成这里的一名网红，到时候赚的钱绝对会比国内多很多。刘姨听到这些，显然也是无比的向往，而且此刻。 赵长青还特意准备了不少资料和合约给刘姨看，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些资料很多都是假的。因为这个过程，李岩跟我说过的，就是这个套路。一旦签约了，刘姨那就真的完蛋了，相当于直接卖身给那家按摩馆了。因此，就在刘姨准备跟赵长青签约的时候，我突然端着一杯冰咖啡，假装经过，直接一下子泼洒到了他们的桌子上面。 当场就将赵长青准备的文件和合约给直接弄毁掉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装作很无辜的样子，连忙给他们道歉。但是当刘姨看见了是我的时候，她明显也是愣了一下。旁边的赵长青看到我有些眼熟，不等他开口，我连忙客气的称呼了起来：“赵叔叔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是赵凯的同学呀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您。” 经过一番客气话之后，赵长青也没有过多的怪罪于我。随后，我提议道：“要不明天直接上赵凯家里面，再把这份合约给签了。”“是啊，赵总，要不明天晚上上您家里面把合约签了，两个小孩也正好是同学，可以一块玩玩。”刘姨此时也笑着提议道。听到刘姨这么一说，此刻赵长青虽然想归罪我。 但是想到明天就能够直接签约了，他也只能作罢。毕竟刚刚的那些资料和合约已经被我故意给毁掉了。原本以为我回到家把这件事情给刘姨说了，刘姨会非常感谢我。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刘姨却非常的生气。原来这件事情刘姨早就知道了，而且更加让我震惊的是，刘姨也就是刘微微，她居然就是李岩的表姐。这次她来 M 国。 其实真实目的就是为了营救李岩的。今天刘姨假装答应了赵长青的邀约，其实都是在刘姨的计划之中，目的就是为了拿到赵长青的犯罪证据。而我今天的意外出现，则是毁了刘姨找到赵长青罪证的计划。不过念在我一心想着解救李岩，刘姨也没有过多的怪罪于我，而且还特意跟我商量了明晚的计划。第二天晚上。 我和刘姨一起到了赵凯的家里面，赵凯的爸爸赵长青特意做了几道地道的中国菜，另外还准备了不少烤串。这里忘记跟大家说了，原来赵凯现在是单亲家庭，赵凯爸爸赵长青跟他妈妈很小就离婚了，这么多年赵凯就一直赵长青。赵凯其实一直是想跟着自己的亲生母亲的，但是赵长青不让，毕竟抚养权在他手里。 也正因为如此，赵凯爸妈离婚之后，赵凯的学习成绩也就开始一落千丈了。吃晚饭的时候，赵长青还特意准备了不少美酒，我们每人喝了一杯。之后，赵长青再次提起了合约的事情，意思是通过他的人脉，让刘姨成为当地的一名网红，将来可以挣更多的美金。刘姨听了之后，拿起了赵长青的合约，假装很仔细的看了起来。 最后，在赵长青的忽悠之下，刘姨特意在合约上面签了字，而且按照规定将护照给了赵长青，说是备案用。随后，赵长青便很谨慎的偷偷的将刘姨的护照藏在他的保险柜里面，之后这才高兴的走了出来。赵总，要不我再敬你一杯，然后请你跳一支舞。赵长青才出来之后，刘姨笑呵呵的端着两杯红酒。 十分妩媚的样子走到了赵长青的面前，眼神暧昧的看着赵长青。赵长青看见之后，当即笑呵呵了起来。随即，他搂着刘姨的小蛮腰，一边喝着红酒，一边就准备跳上一曲交际舞。只是当赵长青慢慢的喝下了半杯红酒之后，突然就感觉自己的脑袋开始有些晕乎乎了起来。随后，赵长青只好坐到了旁边的沙发上面。 靠在沙发上面，想要睡觉。赵长青，你完了，你这辈子完蛋了！我一定要亲手把你送进监狱去！你这个人渣，你这个禽兽！就在这个时候，赵凯突然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，他的手上居然拿着很多的借贷合同以及各种合约，重要的是被他偷偷藏起来的护照也被赵凯拿了出来。 因为就在刚刚，赵长青偷,偷偷将刘姨刘微微的护照放进保险柜的时候，保险柜的密码被赵凯偷,偷偷通过安装的监控看到了。赵凯，你在干什么？赵长青听见自己的儿子居然大骂自己，而且还把他重要的资料合同全部拿了出来，顿时怒了。赵长青随即从桌子上面抄起了一把水果刀，怒道：“好啊，原来你们合伙想要害我！” 想要把我送进警察局里面去，怪不得昨天晚上说要非要来我们家签约。你们去死吧！看到赵长青突然拿出了一把水果刀对着我们，我和赵凯显然吓到了。但是让我们震惊的是，下一秒，刘姨刘微微竟然一下子就直接将赵长青手里的刀子打落在地，而且狠狠地将他压在地上。随即，刘姨直接找到一根绳子。 从头到脚将赵长青给捆了起来，随后冷笑一声说：“别以为我只是个健身博主，其实我十几岁就拿了搏击冠军。对于你这种人渣，刚好够用。”赵凯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给大使馆打电话呀！很快，赵凯就给大使馆打去了电话，同时将这些情况全部汇报给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。赵凯，你个好儿子！ 你居然连你老爸都算计！赵长青被绑住了之后，心里十分不爽。他不明白为何自己的亲儿子居然要害他，还想亲手把他送到警察局。你是我亲爸，可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想跟我亲妈一起生活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还有我高中喜欢的那个女孩江小柔，是被你骗到安国，然后让把她卖到按摩馆，想逼人家卖淫。 结果人家跳楼了，他是你害死的，都是你害死的，我恨你，我一辈子恨你。赵凯很快就歇斯底里的怒吼了起来，眼泪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，不停的滴落了下来。我也没有想到，原来赵凯心里面这么恨他的老爸。就这样，过了一会之后，我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带着 M 国当地警察一起来到了赵长青的家里面。 赵凯则亲手将这些罪证交给了警察，而赵长青当晚就被关进了警察局，而位于华人区的那家按摩馆当晚就被查封了。其中，在大使馆的努力下，解救了像李岩这样的留美女孩。除了解救出了李岩，还解救了另外几名女孩，她们都是被赵长青通过各种利诱、拐骗骗到安国来的。当然，除了他们，另外还有赵凯的朋友江小柔。 之前就是被他们给活活逼死了。李岩救出来的晚上，刘姨刘微微和李岩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，两个人早已经哭成了一团泪人。这事之后，在大使馆的帮助之下，李岩和另外几名被解救的女孩跟着刘姨刘微微一起，终于是踏上了回国的飞机。在他们飞往国内的那天，我妈妈的航班刚刚落地，在我去送刘姨和李岩他们的时候。 刘一趁着李岩去办手续的时候，悄悄的对我说着：“小杰，记住，我们之前的秘密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哦，要不然刘一会恨你一辈子的。”刘一这么一说，顿时让我尴尬不已。我知道，因为我的冲动，我们才发生了那种事情，的确是让我难以启齿。而我的女神李岩在上飞机前，却告诉了我一个秘密，她告诉我。 他在那家按摩馆只是从事着正常的按摩工作，并没有从事出卖肉体的工作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顿时高兴极了。看来我心目中的女神依旧是我心目中的女神。那你还喜欢我吗？在上飞机前，李岩突然害羞着脸蛋问了我这么一句话：“喜欢。”最终，我忍不住点了点头，大胆的告诉了李岩：“好，我在家等你。” 等你学业有成回来娶我，你愿意吗？看着李岩真诚的询问我这番话，我早已经感动的泪流满面。后来赵长青被当地的法律给判了几年，而赵凯因为这事，他决定回到中国，回到自己的亲生妈妈身边，因为他觉得那里才是他的家。他告诉我，他恨赵长青，所以这里他并不会留恋。而我因为来这里上学，花费了太多的精力。 我不想对不起父母，所以我必须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，才能对得起父母。后来，我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学习上，终于是考上了加州的一所大学。我准备用毕生精力努力钻研，将来回国报效祖国。李岩学姐，你等着我，等着我回国娶你。本故事到此结束，看完有何感想？欢迎打在评论区。最后，别忘了订阅维尼哦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